大概是六点，但我们三点就出门，然后要找停车位。就这边人很多，停车位很难找，要找一个地方比较安全，车窗不会被敲破，也要找比较高，因为怕因为看起来有点要下雨，怕会淹水，这超难找的。停车场又离得比较远，因为本来同事建议说停车场，但停车场要走大概30分钟太远，所以只要找一个看起来比较不会被偷的地方停。经过阿根廷那边超多警察，像就是真的要认真开打的样子，就是认真打架的样子。看一下这 VIP 的座位，因为很怕被打偏改 VIP， 超高级。球场听说是就是最新最厉害的。Several days later， 今天公司聚餐，来到烤肉店吃到饱，看起来很棒。Someone's having the time of their life. It's hard to focus now. Since lately I found you either on the stage or part of the crowd. I wish I was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. I wish I was a part of a party that goes on forever.但这边的甜点都超甜，要小心。The next day. 今天来到达古贝的教堂，因为我们那边停电，早上我们出来走走，天气那么好，就来这边教堂看看。
旁边有很多纪念品店，有天主教相关的一些东西，有点去很多 baby 在这里。 Elsa 猎奇版 Elsa。 来他们一个很有名的咖啡厅吃个早午餐，因为今天周末放假，然后就来这边吃个早午餐。外面天气超好，所以超多人在这里吃饭。这叫什么忘记了？对啊，我每次忘记菜名，然后就是班尼克的，真的超棒，超漂亮的。